哇塞，兄弟们，舒服了。这颜色，这小春色，你这个细节还没有好好看透啊！你看一下这个东西，还有点惊喜、啊。最近看你潇洒得很呐、啊。没有、啊、没有没有。坐。坐这边坐这边。我看你可弄穿啊，梦到中国一去了。对。玩几圈完了。哎呀，真真潇洒，真真潇洒。那就是爱好。啊，还是缅甸人，他们还是潇洒的啊，就是。特别是像俊哥这种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实力、啊、是吧，就说哎，就每天就玩一玩，到处玩一玩啊，人嘛钱要挣啊，但是给自己也点时间是吧，这才是真正的过日子、哎、是呢是呢。其实我发现就整个东南亚这一块啊，很多人都很会过日子，哪怕很多人啊，他可能今天只赚80块钱是吧，我晚上我也要喝顿70块钱的酒是吧，就是要会生活会玩去享受。我们那个想法是什么、嗯、因为我们是有信仰的啊、嗯、人嘛生一天死一天只有两天、嗯、所以说你中间这段时间你利用这个时间你管理有钱没有钱你把日子过好就行，就这样、哦、为什么我们缅甸人这么落后，因为这个思维吧，思维跟不上你们中、嗯、你们中国人第一没钱他什么都不想，他就想要挣钱。其实你说这两年啊，中国内陆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好啊，那其实也是有这方面一点原因的啊，就其实大家都在努力的去搞钱搞钱搞钱，但是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点过头了。那这两年飞速发展，那也离不开这些东西，但有点过头。它过在哪里，就是大家都太想挣钱太想去搞钱了，搞得有点人骗人那味道了，所以内卷起来就不择手段了、嗯、这内卷就是这么来的是吧。对，就是这两个国家也两个思维嘛，这东西、嗯、是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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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一下你的料子，拿进来。好，在外面是吧？啊，对，在外面，在外面，对，在车上。哇，俊哥的新车啊，没有，哪有，新攒攒的，牌都没上呢，牌照什么？崭新的。我们先看看这个春料啊，因为最近崔友大哥在找一件春料来着。两块，今年年纪大。哇塞，兄弟们，这个就是我想找的那种桃花春感了，哦、漂亮吗？嗯、哇塞。对，兄弟们，粉嘟嘟的。其实春料啊，就是还是得玩木讷啊，或者是这个会卡的啊。自然光这鱼肉，兄弟们，稍微拉远一点，稍微拉远一点点。哎，远一点就整一个这个春感就完全看到了啊。这种红春，兄弟们，这边也扎了，是吧？显得很年轻。哎，对对对，哎，包括这边，兄弟们，这一小洞，那自然光肉质发黑的啊。哇塞，这种感觉就是吧，哇塞，你看你打的下面是这边也通了是吧，看看，哦，这边也通过来了、哦、你看嘛，这就是翡翠的魅力。哇塞，兄弟们，舒服了。这颜色，这小春色是吧，太好看了。东西倒是还可以呢，俊哥面积开的大、嗯、够大。这个价格，这个皮的太厚了，这个价格应该大概老朋友我要十左右，差不多吧，差不多，差不多吧。所以自己包价是吧？50吧，行吧，50。啊，别嘛，金哥，这个我客户在找嘛，你给我少一点嘛。你客户在找啊？对，你懂我意思吧？我知道，知道。啊，这很多东西。这个窗开的还挺深的。嗯，对。深，这个木纳料子是要开厚一点的，因为它木层厚，知道吧？是吧？木纳料子一般来说开窗都得开厚一点啊。非常厚。哇塞。木纳料子它底子一定干净的，对，你信我，只要是它内化的还不错的啊，它底子一定是非常干净，最后有出甜味，能出甜味的。好好说嘛，俊哥，到钱嘛。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样试试吧，好不好？嗯、你不能再给我他不打灯了，是吧？试试，因为你，好吧，这东西你也在寒假了，我们都是老朋友，你也知道大概这个值多少钱嘛，我也不必要给你满天要价，是吗？是吧，一口价好不好，俊哥？36万。哎呦，这个、啊、你总得给我点性价比嘛，俊哥。我知道，如果这种东西你小弟拿出来卖，那肯定是38、40最低，是吧？对对。但是你是吧？你我还是亲自过来了。我亲自过来，肯定让你看看性价比，要不然我来的意义在哪？对，你来的意义不在了吗？不在，不在。他说一说。对，咱们行吧行吧，这个好玩意儿不讲了，还有个。看比这个好的，哎，还得是我俊哥，知道吗？老朋友嘛，就不想快想快想快，对。这料子有点重啊，又多重？这个是17公斤的、啊，有血吗？17公斤，有，这里，
哦，十七 kg 啊，写的兄弟们，17公斤木纳料子粉春粉小心莫慌啊，莫慌，我拿什么都可以拿不稳，兄弟们，拿料子我稳得很啊。看看这个，来，我已经看到颜色了，是吧？对，还飘着。会卡的，哇塞，兄弟们，这小色花也舒服，这也挺板的，是吧？会卡，很完整啊，这个。这个兄弟们，手镯位已经出来了，嗯，大面积开窗了。会卡没力，难得啊，兄弟们。因为其实难的，其实会卡料子啊，它如果有一些这种大面积开窗，它有一些细纹细的其实是看得到的。真正我们行家人啊，对对，看得完全看得到的，非常明显，对，完全看得到的。但这个料子，兄弟们，稍等，我研究一下，我研究一下。你比如说这一条这种，兄弟们，就大概率可能会往里进，看到没有？这一条，是吧？但是这一边，哇，兄弟们完整，真正的，一条细纹、一条系列都没有的，这里色花能压得到手镯，兄弟们，这种手镯就。贵了，啊，其实也有脆友，就是说，就是想几万块钱啊，说，哎，志哥，我几万块钱的一个预算，我想给老婆找一条冰种，飘这种阳历色花的。我说大哥，几万块钱真的我帮不了你，我真的我也直接跟，这不可能呀，对，我也直接跟脆友大哥说了，我说哥，你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是吧？你这个预算的话，我真的没办法帮你，我也直说的，兄弟们，因为我这个人就这种性格，这个真不可能的。但是那这个料子。那很完整，这边也是色花，哇，很甜，肉质很细，这边带黄，是吧？黄绿的一个感觉。这料子让我最意外的就是开出了真没有链带，真没有链带，这么大一个面，你什么也链？啊，但是这种奇迹啊，还这种大平，这种大平窗，晓得吧？就概率相当小，嗯，就是没有。会卡的都是一般的小窗，随便扎一点就行，不敢开平窗。这料子给了我足够的勇气啊！我才真的。这在手镯尾，这在手镯尾。嗯，多少钱嘛？这个我就不给你承诺，120万吧。120万啊！这要是你也知道，一条手镯卖好也不多。兄弟们，这种开平窗的就确实价格就老了，知道吧？因为它明啊，那种东西真正有色花能达到冰种的，是有自信含那么高的。对，真的，这料子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真的，我玩会卡太多了，但是开出来都是裂。兄弟们呢，小智现在用黄光灯能更清楚的看得到它这种阳绿色花，包括它的这种底子，哎，很阳。这个，哎，你这个细节还没有好好看透啊，你看一下这个东西还有点惊喜啊。是吗？你好好的观察一下。哦，有个东西你是还没发现的。哦，兄弟们，什么东西？雪花棉，看得清楚不？哎呦，雪花棉是吧？终于找到了。我的天哪，兄弟们，所以说看料子一定要细。细对吧？细一定要细。对，真的很多脆友就是说看料子，包括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他们看料子就很那个，啊，这么随便一照，啊，就觉得自己很牛逼，觉得一照啊，大概的什么情况他都知道了。其实很多细节兄弟一定要细细去看，来细看一下那个雪花棉。你这个不是是仔细看得到吗？你看得到吗？你应该也看得到了。有，是吧？看到吗？啊，这个细，一定要细，很这个雪花棉飘的也很细，兄弟们。雪花棉加这种阳绿色花，是吧？真正的龙道之处必有水啊！这个色花的部位感觉种好好啊，那有没有？兵哥，百万以内有机会吗？你别说什么啊，这个百万以内啊，他这个料子，你可不可以说成为奇迹料啊？奇迹料啊，可以说奇迹料。这个我为什么拿来给你？因为我相信75万有机会。哦，没有那么离谱啊！这家没有那么离谱，没有那么离谱，直接砍一半啊！这个没有这么离谱啊！这个老朋友做生意都不喜欢喊价，也差不多接近的价，接近的价就行了，因为没必要，因为你是懂货，我是懂货，我动不动给你喊个几千万、几百万，对对对，这种不尊重，相互不尊重啊！也是也是，因为咱们比较熟了嘛，对，毕竟我们都是做这个行业，行业没必要是吧？没必要，这那这样吧。你们能看到那个接近100万了，接近100万嘛？这个75的话，这个价格真的，你知道这一条手镯我也不说出来，你也知道是，是吧？有些东西看破不说破。哎，俊哥还是俊哥会做生意，兄弟们啊，这样子嘛，俊哥，80万，行，金价，这个我给我说实话吧，这东西我百万一下我真。不打算谈下去，哦，为什么嘛？这东西我难得一块也见了料子，现在也是知道缅甸的情况，现在非常糟糕，料子各方面该怎么卖就怎么卖。是的，是的，是的。
是吗？所以这东西，他从这边打也很漂亮。嗯，对，这样吧，对，穿了90，这样88，你看这个吧，花花啊，哎呀，不是不是我其实8万块钱，说实话，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可能就是说你开的好嘛，就是说实在的，你开也是属于开到很大的惊喜了。对对，是吧？可能就是在外面来说，可能要接近100，甚至要100以上你才卖，对对，是吧？这个、但是在小来到小智兄弟这里，是吧？你说你88，是吧？也能考虑。那其实说实在，军哥，那我刚刚从你的眼神当中也看出来了，80你也是可以的。你80，说实在的，你已经有的赚了，军哥，是吧？只不过可能去到别的地方，你想赚更多。那在兄弟这里可能你少赚一点你也开心你也愿意，因为咱们俩这种关系，是吧？老朋友就是这样，有什么话不会憋在心里啊，说出来。你的说了我痛楚了，我这时候我不答应你、哎、我们还是兄弟吗？谢谢谢谢谢谢行行行，感谢感谢。既然我这东西，所以我不是不赚钱，我赚了，但是很多东西嘛，像赚更多的钱，但是有时候我不必要。老朋友之间嘛，是的，少赚一点这为好。对，因为其实说实在的，你说因为开料子啊，它是存在一个风险的。万一开的不好，那他们卖价就直接就掉了。掉了。但开的好的料子，他们想也想多赚一点，这个是人之常情。说实在的，是吧？大家都能理解，是吧？这俊哥来每次来到我这里，真的，哎呀。而且我感觉每次来你这里，我跟你谈生意非常愉快。非常愉快啊。做的非常那种。痛快，你是个爷们做的生意，就是这样。爷们做的生意，那就好，军哥啊。这个，那这个，这次你就不要给我打卡里面了，你有没有现金、啊？为什么要现金是吧？因为我好多兄弟现在开放了，不是吗？他们要进来，进来嘛，我这边需要大量的现金，因为我们别的人去银行取钱，取那个现金很麻烦，很麻烦。不行，你们总没问题，军哥，我这两天刚好取了。以后我也是，我来的话，你给我多备一些现金吧。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多兄弟要进来，他们都说他们没有微信，也没有什么微信那些支付功能，这些没有，我必须要给他们现金。好的，好的，好的，军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行行行，那也是一个好老大，是吧？能为自己后面的一些兄弟着想。是吧？要换一些现金流的，可以的啊！我去拿。好的，好的，那麻烦你了。没事，没事，军哥啊。好。哎呦，真的你麻烦了。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在。你点一下，点一下，军哥。这个总的是116。对。没有这个钱，这个东西还是最好是要当面去点清楚，知道吧？不然后续那兄弟之间搞得一码归一码嘛，对不对？嗯，对的啊。对了啊，对啊，对啊，对吧？坐，行，谢谢老板。没有，有好的东西是吗？真的是吧？忍不住多去看两眼，多看一眼这个小桃花车，越看越美啊，是吧？对，祝军哥大卖，多多卖啊，发大财啊！我也是祝你大卖，然后开出来，让你里面内化画的更好。谢谢谢谢。木兰他越进越画的好，木兰是的。如果不是俊哥，兄弟们，说实在的，这种料子，你说这个价格真拿不下来啊。这也是你这边能收高货，我也愿意拿来给你，我愿意这样的价格卖给你。因为这都是相互的嘛，生意。是的，俊哥，兄弟们，跟俊哥做生意呢，真的很舒服啊，就是直来直去，是吧？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就是真的是学到了咱们中国的一些老传统的一些很多东西啊，挺好的。就是真的，你做向你们学习啊！作为一个外国人啊，能来到中国啊，满口的中文，能够学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知识，怎么去做生意，怎么去讲话，怎么去做人做事，这个真的我挺佩服的，说实话的。这是你们中国人是我的好榜样，没有你们，没有我今天的这些文化。哎呀，是吗？中缅友谊啊！万岁万岁万岁！好，兄弟们，那咱们废话也不多说了啊，我们视频就先记录到这里。啊，如果你也喜欢翡翠，兄弟们，别忘了给咱们点个赞，好吧？我们下期再见啊，拜拜，拜拜，拜拜，走，咱们喝茶，俊哥，好，来。